Hello，Hello，趙博士，嗨，啊，好诶，啊，而家你我好，哋仲系大概1分钟开噶啦，好，好，好，呢个电话声啊，收唔收到啊？听到 OK 啊嘛系教会、老人院、餐？OK，好，厅、办公室定系学校，我哋都有办法。两重高压干务今日任务，Cindy 放假，细菌所病以毒咧服就务，环境保护局证实能够杀同灭阿新何型亨同埋佢有个拍档系访问我，住宅及商业单位咁服啊务收两费电节费嘅今有日系。四号。二号今日门我会冇停，去其他地方啦，所以都系喺翻呢个 studio 度可以录到喺屋企，即系 office 度啊。咁啊，唔使出差啊。好，咁啊，嚟到今日咧，周末食碗面呢个时间咧，我哋嘅总监啊，由于咧去咗呢个夏威夷嘅关系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今日直播室咧就有啊何亨喺度啦，再加埋咧就系我哋星岛嘅新力军，二台嘅新力军啊，俊谦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啊，系啊，咁啊，俊谦咧就都带俾我哋一班嘅。年長少少嘅男人咧，即係好多新嘅啟發啦，好多新嘅諗法啦。咁啊，今日咧請埋阿趙博士同我哋咧解一解開，即係一啲啊究竟諗法上係啱定錯嘅一啲健康常識同埋資訊咁樣。趙博士你好，你好啊何亨，你好啊，係啦，咁啊俊謙都喺度啊，咁樣，俊興你好，咁啊俊興好，係啦，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咧，就係關於咧即係食保健品啊，即係或者係有時我哋都討論咧就話。即係身體究竟係由最初嗰個叫做機能上好嘅時候保住先好啊，定係即係去到一定嘅年齡，譬如乜就保乜啦？係啦係啦，譬如去到三字頭啊，或者四字頭，甚至係五字頭嘅朋友咧，先食一啲嘅保健品啊，其實有冇用啊？即係嗰兩個嘅取捨，應該我哋點樣係去界定，同埋應該從咩角度，我哋自己要留意翻咧？嗱，呢個題目咧就非常之闊。第一好闊啦，好在有兩節時間可以講啦，咁啊，所以講下就係我哋每個人嘅歲數，即係譬如如果你發覺小學某啲嘢冇學到嘅，或者學得唔係好好，而家變咗大人啦，成年人啦，翻去學嘅咧，有冇效咧？有冇用咧？咁可能對你工作未必有用，但係對你個人嘅心情啊、感受又有啲用喎，即係當學音樂啊，或者去學啊，以前某啲課程裏邊啦，咁就有個叫做 relevance 啦，就係究竟有冇直接影響？咁其實 supplement 咧，保健產品咧有兩種嘅，如果要分開佢嘅，一個就係直接影響，另外咧就係其實咧佢係唔係直接影響嘅，即係打動，即係好似如果我攞一個例子咧，就係譬如網絡世界。如果冇網絡咧，其實就變咗冇咗，可能冇咗 Amazon 嘅，係咪？但係咧，冇咗網絡世界咧，又唔會影響 Starbucks， 但係佢又可以幫到 Starbucks， 因為啲人去訂嘢啊、訂咖啡啊乜嘢都可以原來 online 訂嘅，所以 online 呢樣嘢咧有直接影響某啲公司啦，但係亦都係間接影響某啲公司，佢可以附和嘅。咁其實 supplement 都可以分類呢兩樣嘢嘅喎。嗱點解咧？有啲保健產品咧，係你身體係唔會製造嘅，所以你要食佢嘅。咁另外一啲保健產品咧，係裏邊係食啲你身體會製造嘅嘢嘅，譬如好似 CoQ10 嗱，好多人咧都話啊，而家 Coenzyme Q10 食唔食好啊？咁啊變咗，你知唔知道你嘅身體咧係會製造呢樣嘢嘅喎？或者 melatonin 個身體又係會製造呢樣嘢，咁而家你食落去咧會發生咩事咧？某啲情形咧，個身體就會話：哇，唔使做啦！啲細胞話：哇，原來上邊有人俾落嚟喎，即係你唔好唔記得，你係你個身體個阿頭嚟嘅，你做咗皇帝，知唔知啊？我哋所有人咧都係皇帝嚟嘅，皇后嚟嘅，咁啊變咗。但係你既然做得一個管家啦，如果你真係唔好清楚自己嘅情形咧，或者唔清楚啲細胞係會有咩反應咧？你啊俾好多資源，佢會點咧？嗱，好多資源有啲人咧適用啲資源更開心啦。但唔識用嗰啲資源的時候咧，就會覺得其實係原來有50款嘅牛仔褲而家，咁究竟著邊條好咧？咁啊開始亂龍咯喎，有時啊咁所以個身體咧啲細胞又一樣係咁。最大問題係咩咧？除咗咁咧，
我哋仲有个身体又发生咁多嘢噶咯，即系可能我哋原来啊而家有咗糖尿病，或者咧啊我哋踩界未系糖尿病，或者我哋话我哋啱啱伤风感冒之后嘅，或者而家发生紧啊早几个月啦，就系有过敏程度啦。咁啊谂住啊过敏喉咙唔舒服，食少啲蜜糖啦，非常之唔好嘅，因为蜜糖咧，啲蜜蜂咧就周围去采蜜啦，除非系假嘅蜜糖啦。咁但系如果佢系真嘅蜜糖，佢周围去采蜜嗰下里边咧，佢采咗好多花，跟住咧你本身已经系 high frequency 敏感啊嘛，嗱平时未必有嘅，但系呢段时间有啦，或者食物敏感啊，跟住然之后你又食翻啲蜜糖落去啦，嗰下咧个身体而家系刺激咗啊嘛，咁佢就变咗系对多咗嘢会过敏啦，咁仲阔咗添。今日變咗就係咁啦。好多時候啲嘢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個 timing 咧。好多人就話：，唔好 time 個 market， 即係你中意自己時買就幾時買。咁就有大家都知道，哇！如果高峰期買嘅時候，除非佢繼續升啦，通常跌翻落嚟就擲住咗噶啦。咁其實同個身體一樣，都係嗰啲道理嚟嘅。就係、是、話，如果你唔適宜食佢時候咧。就或者有啲嘢發生咗而食佢啦，譬如 CoQ10 啦。如果萬一你食緊博血丸，因為咁啱去到某個歲數啊，而家揾到啲錢啦，跟完之後咧就啊睇到啲廣告啦。嗱，你冇錢都唔睇呢啲廣告啦。睇到啲廣告之後咧，就發覺咦食下啲咁嘅嘢，但係問題你食緊博血丸喎，咁所以咧又可能有啲有啲衝突都唔定，即係咁。但係有一個咧。又唔係喎，佢係早啲食咗 CoQ10， 咁啱即係當同一個人嗱，好難分到一個人係變成兩個人㗎。但係咧咁啱嗰個同一個人咧，早咗五年食咗 CoQ10， 跟住之後咧，因為咁佢又避過咗一啲情況，咁啊係咪等於食咧？咁你又冇睇到人哋食，你又食喎，因為你未必啱你㗎嘛，你啲咩情況咧？係咪？咁 CoQ10 咧點解要值得講咧？即係as一個例子或者 melatonin 咧？因為 CoQ10 咧係喺個身體雖然做出嚟啦，但係好多時候咧，我哋上年紀啦，就越嚟越做得少嘅。咁啊諗住食翻落去啦，但係都係話翻嗰句，就話萬一你個身體而家佢見到你擺落去，咁佢咪更加唔做嘅，咁都唔頂嘅喎。咁亦都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現過喺啲 data 裏面，所以我哋睇數據係好重要嘅，好重要噶。如果你以前咧廿年前用緊一個5G 電話咧，可能你可能覺得哇好犀利喎，但係問題就係博唔到任何嘢，打唔到電話。係喎，呢個5G， 我時光倒流入翻去以前嘅世界啊，80年代、90年代，但係佢唔 work 喎，因為未有5G 嘅 tower 嘛，所以你要嗰個 relevancy 要睇到嗱 ，CoQ10 又冇幫到白金信病，幫唔到喎。咁又好奇怪喎，即係有啲 data 就話食咗之後幫唔幫到，但係白金信病都有好多因素喎，有陣時啲因素係因為有個病毒搞到佢有咁嘅，即係有個 set up 嘅。咁然後咧有啲頭先講緊又要講埋，因為你問得嗰條題目咧，我要揀幾樣嘢嚟講，又唔可以講曬全部。咁啊講 melatonin 幾時食咧？就係瞓唔到覺啊，好多人就話啊瞓唔到覺食啲 melatonin， 點知有啲人咧個身體咧？佢食咗之後咧，個身體又唔製造 melatonin， 跟住咧佢要食多啲 melatonin 啦。好啦，咁啊食多啲之後咧，開始有啲斑喺個面度啊，開始起啲粒粒啊。咁佢又話點解會咁噶？咁每個人嘅身體，有啲人嘅身體接觸咗某啲嘢嘅時候咧，嗰啲細胞就會反應去做某啲嘢。譬如有啲人蝕咗錢嘅，有啲人會斬倉。有啲人會由得佢，係咪？咁啊變咗有啲咁嘅喎。咁啊由得佢嗰啲咧，反彈咗。你睇下佢幾叻，原來佢識得冧嘅時候冧咗九成，仍然都 hold 住嘅。咁原來點樣知佢升十倍嘅？哇，幾犀利啊！下次我又做呢樣嘢，點樣知你啊做等到你做啦，佢原來跌到連渣都冇，得翻連啲雲煙都冇埋喎。咁啊變咗就係點解人哋做嘅得？到我做就唔得咧，所以我哋其實身體咧係好 personal。你諗下，你個手指毛同第二個人嘅手指毛一唔一樣？唔一樣噶嘛。咁仲有就係就算一模，如果當有一模一樣嘅手指毛，你哋生出嚟出身一樣，死期未必一樣。
仲有喎、哦，就係、是、咧，出山一樣咧，可能你中間過程裏邊經歷嘅嘢唔一樣喎、哦。咁所以咧，阿趙博士就喺呢一段時間咧就解釋咗，而家上年好似或者聽日聽緊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咧、其實即係一啲嘅保健食品啊，或者係即係如何保自己咧，都要幾個人化嘅嚇。咁啊，即係你都知道誒、坊間可能或者大家接觸到一啲保健嘅食品，可能係誒睇一啲廣告啊，或者咧即係誒親友傾偈啊，朋友傾偈嘅時候咧介紹一下係好啊咁樣，就當咗係咧，即係仲可能係。即係趙博士都講咗，係多啲角度咧，又或者係即係而家嗰個即係藥物嗰方面啊，保健食物個功能上咧，其實應該咁講，用之前咧，即係要好好咁去了解清楚先。咁啊，趙博士，我哋唞一唞先，轉個頭翻嚟咧，繼續我哋討論一下呢個話題。因為即係保健對身體而家由於有疫情嘅關係咧，大家係即係著重多咗啊。係啊，打劇大咗好多啊，而家真係。係，咁我哋唞一唞，轉個頭咧，繼續啊。好啊。时刻有你，一路有我，分秒精彩，星岛中文电台。所以呢啲咁嘅 topic 咧，其实系重要嘅，去认识自己身体，去认识自己情况。咁唔系所有 supplement 都唔食或者食，系个问题就系话咧。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身體而食啦，咁好多時候就會出咗啲無形中嘅問題啦。好消息，田木林牙醫博士第五間全新診所位於 Hayward 1689 Industrial Parkway West， 現已正式投入服務。田木林牙醫博士擁有33年豐富種植牙及小型護理經驗，20多位醫生團隊，有哈佛、三藩市醫學院等知名醫院學府嘅專科牙醫，為你提供最完善周到嘅牙齒服務。最新 Hayward 好啊，我原來可以校低咗呢度個聲。咁變咗個廣告聲少咗，咁我可以講下呢啲咁嘅問題啦。Supplement 係有，如果佢係直接有影響啦，即係你身體係做唔到啦，咁啊直接有影響啦。譬如魚油嘛，個好 interesting 嘅 case 係魚油咧，佢有 omega 3， 咁其實我哋身體需要到，但係又唔會自己製造喎。這個就是一個 direct 的影響，不同的東西來的。 Orthogonal， 即如果用英文 Orthogonal 不是直接影響，就好像 Starbucks 那樣，還有直接影響好像 Amazon 的 case 那樣，這個是兩樣東西。所以我一會就會講一下這個直接影響那些，還有它有沒有寫名字都很重要。如果有寫到名字，即譬如給某些細胞讓它可以知道幾時用維他命 B 啊？幾時用維他命 C 啊？呢個又下一個階段嚟嘅，將來會嚟嘅。我又唔知道佢幾時開始講完呢個廣告，所以我今次咧，因為何亨有少少唔同 Sandy， 所以我就唔敢講得太過深。跟住之後依家要 cut。好似我有一節目咧，有講過巴金遜病咧，其實同呢、這個。病毒有關啊，有邊啲病毒會 cause 個白金遜病咧？咁其實你要睇到就係話有 direct 同 indirect cause 嘅流行性感冒 influenza virus 啦，都會有 direct 同 indirect cause 對於白金遜病。所以咧，我哋接觸啲唔同嘅菌啊，唔同嘅病啊。甚至有一種細菌叫 disulfur vibrio 的細菌，是會製造一些東西呢去那些因為它甩一些東西出來呢，會有個 part of 令到白金遜病差了的。又来了。
好，咁喺呢個週末時間咧，就帶俾大家啲生活百科啦。咁啊，因為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嘢要調節一下，或者了解多啲咧，先令到自己咧就係、是、生活啊愉快咁啊咁樣。咁啊，頭先我哋咧就請嚟阿趙博士咧講解一啲一啲嘅保健啊、如何令到自己身體更加健康啊，了解自己多啲啦咁樣。咁啊，俊謙，你聽完之後係咪有啲領悟啦？已經啊，有。係。咁我想問一下咧，其實嗱，趙博士，因為咧我有朋友咁佢就做 body check 啦，佢就話。報告就話佢睾酮比較少，咁咧因為佢本身係比較啲瘦底嘅人嚟嘅，咁跟住佢就話哦，因為睾酮少，你做 gym 先可以練到睾酮，但係發現練極都練唔到睾酮，跟住就話哦，如果佢食一啲譬如話馬卡啊、咖啡醉茄啊，或者食蠔啊、多啲山蠔，即係嗰啲會唔會幫助到佢嘅睾酮發揮到出嚟咧？係啊，趙博士嗱，而家啲年輕人就係咁樣㗎啦，佢哋咧就一齊有時做下運動啊，傾下偈，唉咁樣咧好啲喎，咁樣其實呢啲傳播信息裏邊咧，佢哋算唔算係一個？即係比較單一或者係好簡單就了解咗成件事咧。嗱，件事咧就唔同嘅年份咧都一樣係咁複雜嘅，冇變過嘅件事。不過而家後生嗰啲咧，俊軒幾多歲先？我問下你。我27。27好啦，咁好多時候咧就會望到啊，27嗰啲會望到五六十嗰啲咧就會話做乜搞成咁啊？即係使唔使搞成咁啫？係咪？其實你而家講緊係喺裏邊嘅一個 story。係啦，搞成咁嗱，你頭髮甩曬啦，跟住先，你估佢想搞成咁嘅咩？即係調翻轉頭咩？想搞成咁，咁唔會係即日就搞成咁嘅。咁啊，咁諗住啊，如果我哋一齊努力啲嗱，努力咧，不嬲都有人講嘅喎，就嗱鐵匠嘅磨成針啦，有啲咁嘅説話喺出邊啦。咁其實呢個咧英文咧叫 white knuckling， 即係夾硬嚟啊！夾硬嚟，即係我做多啲，我只要諗到係咁嘅就會咁嘅。咁有啲嘢唔係喎，譬如你諗緊，而家我哋即刻夾硬諗啦，會唔會個月亮啊彈出嚟，個太陽啊降落咗？唔會咁噶嘛。有啲嘢咧就係有個規律喺度嘅。咁而後生嗰班咧個好處就係佢 open mind， 咁佢會接受嗱 marker 會唔會去推個身體啊？咁樣咁頭先我咪初就要大家有諗到就話有一啲係online 影響 Amazon 同 online 影響 Starbucks 啊。咁你要分清楚邊種 supplement 係邊一種，佢係屬於咧你係製造唔到嗱。頭先講個 CoQ10 你製造到嘅喎，或者 melatonin 製造到跟住加落去喎，同你咁佢就會撳咗好多掣啊，跟住之後就好似個扭計式咁樣有排搞嘅啦。咁但係有啲係你製造唔到，譬如魚油 omega 3。咁你製造唔到嗰下咧，除非你係食素嘅啦，咁你食素咁你唔食得魚油啦。咁但係如果你係你係唔係食素嘅，你食魚油嘅，魚油咧會令到啲細胞咧有咗個資源去攞啲嘢出嚟啊，資源攞啫。嗱 marker 會做咩咧 ？marker 咧就會burn calorie 嘅，佢會即係。點火我當係點火啦，咁但係點火係好多種噶嘛，或者即係當燒嘢食啦。早幾個禮拜我同你一齊傾啦，話咁燒嘢食，你原來可以用鋰電池燒嘢食嘅。咁其實鋰電池燒嘢食喺個帳幕裏邊咧就冇問題喎，但係如果你用炭爐喺個帳幕度咧燒嘢食咧，就可能燒下就人都唔喺度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咁就變咗就係話唔同嘅，但係都係煮熟啲嘢啦。我哋有冇睇過嗰個 marker？是哪種呢？是黃色啦、紅色啦、黑色啦，有不同的喎，有不同的喎。你如果是黑色 marker 呢，紅色 marker， 黃色 marker 呢就最溫和的。但是呢即係黑色就最爆。是啦，咁爆到咩地步呢，就可能你會想即係想叫做有 sex 嘅，即係要咁樣嘅，咁要影響個 sex drive 嘅，咁變咗比如哇，即係原來係好多地方都影響咗。咁啊，咁如果嗰度個身體有啲嘢係係你唔想佢俾佢影響到嘅，咁啊變咗又影響咗啊。咁所以點解 supplement 有啲情況，如果你知道自己身體係點咧，你就可以唔係淨係攞嚟weight loss， 你淨可以攞嚟 boost energy 啊。boost energy 點解咧？原來有用嘅，即係好似以前咧啲人唔識嘅時候諗住啊，我想賺多啲錢。加多個零，但係冇諗後果喎。加多個零，原來少廿年命嘅，咁你會唔會咧？即係而家咧，因為多咗 data set 啊嘛，即係多咗知識，但係而家知識啲人咧就會多咗 data set， 就話原來咧咁樣做法咧
啊，原來就會有個效果，譬如打女人啦，呢個 case 啦，打女人會有冇問題啦？咁啊，梗係而家2022年就唔好打女人啦。但係咧，打咗女人之後咧，原來1980年打女人之後，如果你繼續同佢一齊，佢應該係會唔會講啲好嘢關於你嘅？如果佢咁啱你老婆啊，咁你啲仔女啊後裔咧，就可能未必收到你做阿爸咁好個，即係你留嗰、那個，即係冇唔係你幾時嘅時代，係你要諗下個後果多個零有冇多個問題，食咗 marker 裏邊咧。會唔會取咗自己身體裏邊一啲營養？但係原來你冇，因為你食咗 marker， 你冇食埋 omega 三咧，一齊食咧。咁而家搞到咧，喺邊度攞營養啊？即係而家問題你抌油，但係原來架車冇油喎，或者冇換到油喎。係啦，咁啊用翻呢啲例子，大家就會明白啦。譬如係啦。有後果噶嘛？阿趙博士，嗱，其實咧都帶出咗嘅，大家咧可能係有時家庭醫生又好傾開咧，即係想一啲令到自己身體好啲，或者係如何補充翻咧，問下醫生先第一，第二你要了解多啲，即係趙博士，我覺得就係其實你都係一啲譬如睇多啲數據啊，或者聽我哋節目咧，知多咗之後先去進一步咧會好啲，如果唔係咧，可能令到五臟六腑都亂咗，係啊。嗱個好處咧，何坑個好處咧，嗱同埋俊謙個好處就係而家咧，因為新冠肺炎病毒，咁所以點解大家你頭先都講話，大家注重咗，咁以前咧係唔注重嘅，以前就話係咪都要死啊嘛，嚇咁啊變咗用呢句嚟講翻出嚟啊嘛，但係而家唔係，而家係話唔想咁樣死，而家係知道係咪都要死，但係唔想即係要鋸出腳嗰種死啦，又唔想即係變咗係死唔去啊。哦，原來死都有死同唔去同埋點樣死嘅。而家啲人開始即係個知識多咗咧，佢想某啲知道係要某啲嘢。咁我而家就加喺呢個節目裏邊咧，多少少就話你冇諗住踩油咧係有油喎。你如果踩油而冇油咧，你揸車就知道會發生咩事啦。好，咁啊，趙博士，我哋今日傾到呢一度先。咁啊，大家即係如果你話有相關問題咧，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啦，就係6503。